好，我们看第一题，他说要测量物理量哈，课本的长度或宽度时，用哪一个单位比较恰当？我们知道一本课本哦，没有那个几公尺的课本的，哦，大概都是呢十几公分、一二十公分嘛，所以它单位呢，应该是要用公分的，所以它应该选 C。